11月25日，44岁的贾静雯和35岁的修杰楷在巴厘岛补办婚礼，婚礼地点选在巴厘岛一家6星级酒店，可以俯瞰美丽的印度洋海景，被称为人间仙境。据悉，现场以浪漫小岛风情为主，而内部摆设则以银河系星球、星星、月亮做点缀，与先前曝光的喜帖、伴手礼主题相互呼应，浪漫满分。贾静雯和修杰楷为了让这场婚礼够隆重、够盛大，成为两人最难忘的回忆，在婚礼场地布置上花费了很多心思，十分浪漫，羡煞旁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